位市民朋友在这边申请地籍屯本，其实申请新北、申请桃园跟台中的比例很高，超过了两成，哦，两成五，哦，所以后来我们认为其实有这样的需求，所以我们即刻的跟桃园、台中、新北一起来合作，所以促成了这一次四个县市北北桃中大家能够串接，未来更方便民众申请地籍屯本。